什么是输，什么是赢，袂吃毋拼一定输定。什么是有，什么是命，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暂时的成功免大声，也不知输赢。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听，啊免悲伤，啊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什么是输，什么是赢，要吃不拼一定输定。什么是有，什么是命，打拼草头也会出名。暂时的成功免大声，也不知输赢。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啊免悲伤，啊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安在网友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哦。来，咱现场电话台北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现场电话台北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来，咱来看天空新闻啦吼。那么已经知影上界强致癌物，就是马多灵酸啦吼。那么这是属于中药，致癌基因已经解密。来，咱来看麦。这是《自由时报》台北报道。那么服用来路不明，伊个这个中草药，伊这来讲唔对啦。那么啦，中药即马拢大陆进口的。啊，大陆进口，即马政府拢有咧把关的啦，拢嘛有咧检验的啊，对不对？即马阁有迄个中药，有诶时阵啊，不明的即个中药无啦，他有咧不明的中药咧，所以即个咧报拢安尼乱报一笔啊，对不对啦？你嘛小可请教一下，请教的时阵安尼啊，在地，而且即个中药商，哦。这个工会，你问看卖啊，讲即马台湾有迄个不明的这个中药无啦？中药是毋是拢为大陆过来？啊，即马政府拢有管制，你要进口倒一味中药，拢爱写个清清楚楚，刷落去爱阁检验内面是毋有重金属的无？对不对啦？所以现在没那个说的时候，不明的这个中药啦，啊，当然啦，草药都咱台湾的嘛，啊，那么大陆有草药进一百无？有，同款，经过报关，什么款的这个药啊，都要报，啊，都有抽查的，都有抽查的。甚至的时阵啊，进入来这个厂商，嘛拢爱负责任呢，对不对啦？啊，你是讲安尼哦？即卖讲真简单哦。所以我定下咧讲新闻哦，有诶拢乱乱写，乱乱写，啊，大家看也毋知影，照伊安尼写，敢若即卖即回红案嘛是共款啊，一面倒啊，对不对啦？啊，啊，着新闻写啥，伊着讲啥物啊？
伊拢无咧怀疑讲新闻咧写到底对啊唔对，无人咧怀疑安尼啦。对唔对啦？从阿红妈来讲啊，看新闻你也有智慧，你也用打卡，对唔对啦？来，咱继续。伊讲小心眼上身啊，我甲你讲，唔是干那吃药啊啦，包括西药，包括一般的这个食食，对唔对啦？中介病啊，甲新加坡国立癌症中心合作研究马多灵酸中药，马多灵啦，马多灵即马早几啊年哦，我讲七八年有啊嘛，几十年有啊，即个马多灵即味中药禁，袂使卖，袂使摆设，当然也佫较袂使进口，即个政府管制哪佫可能进口？对唔对啦？所以哦，有一挂新闻就是安尼，就凊彩报报就对啦。啊，大家拢凊彩看看，这是唔对的吼、哦，这是唔对的。那么根据马多灵中药治癌的这个特性，针对马多灵酸引起的这个泌尿道上皮癌患者比例切片进行全基因定时分析发现啊，马多灵酸成分对基因突变伊的这个力超强，几乎哦是分的这个20倍了。会影响这个基因的这个成百上千啊，不是干那导致个泌尿道上皮细胞的这个癌，还佫可能引发到这个肝癌。那么这项研究刊乎的最新一期，哦，伊的这个科学。专业医学方面的这个故事了。那么过去，伊知影含有马多灵酸中药，除了会造成腰子发炎、腰子衰竭，还佫可能引起新泌尿道上皮癌。南口中介病院泌尿肿瘤科主任房书中伊伫个讲，曾经有一名60多岁即个男子，因为无痛性的即个肺瘤求诊，即个意思就是讲，放尿肺袂痛啦。那么医学上的即个名词，合作的时阵安尼啊，无痛性的即个肺瘤，安尼你知啦吼。那么经询问男子，曾经因为少持续使用不明成分的这个草药啊，经检查，那这我跟你讲，那这句稍等我讲完，我分析大家就知影吼。那么经检查，到心液的时候呢，有肿瘤，切除。左心输尿管啊，甲肿瘤确诊为新泌尿道的这个上皮癌。来，我分析，大家都知影，所以看新闻一定要用头壳。伊讲因为咳嗽持续使用不明成分的这个草药，拜托的。伊都唔知影食啥物款的草药啊！伊就讲，这就是这个马多灵酸吗？是不是安尼？患者咧甲讲啊，医生咧甲问啊，你有食啥物款的？有啊，我就有食草药啊啦，对不对啦？啊，你想，啊，这个草药敢是马多灵吗？啊？
穿凿附会，伊就讲这是马多灵，马多灵啊啦。因为马多灵有一味中药，嘛叫做马多灵。马多灵内面的这个马多灵酸成分足济，啊，你甲想，听到一个影就生一个囝啊，特别来复合啊，对不对？穿凿附会啊，你袂甲想，这个医生啊，啊。伊有食过草药无？唔对啦，啊，食什么草药？你敢知？啊，啊，这个医生就复合啊，对不对？就复会啊咧，对不对啦？你甲想，即种新闻，我唔是讲替中药这部分在辩解，唔是啦。我定定咧讲，你看新闻，你爱注意。那么房书中伊在讲呐，为塑料更高新意，膀胱拢会发生新泌尿道上皮癌，其中新塑料更伊这个上皮比较得较侪，膀胱癌哦，新泌尿道上皮癌。啊，甲食薰有关系，这是大家拢安尼讲的，吼、哦，啊，所以我定定咧讲啊，你着规气讲的时阵，安尼，这菜大家拢食落到会癌啊，是毋是？逐天大家拢爱食菜，对毋对啦？我、啊、这是哪会癌？我着食菜来啊，大部分拢嘛有食菜，你讲对毋对啦？是毋是？敢会使安尼讲的吼？那么多半发生伫个男性，当然啦，食薰男性较侪无唔对，但是即马女性的食薰嘛袂少啊呢。女性的食薰嘛袂少呢，啊，我请教啦。啊，尤其是大家有啦，大波早拢有啦，膀胱大波早那拢有啦，都查啥呀？有无？查迄落尿泡腺癌啦。哦，啊那安尼先，查甫个甲查甫个就分别啦，你是毋是安尼先？但是台湾新泌尿道上皮癌，以这个性别发生部位，拢甲西方有真大个这个差异咧。原因可能就是马多灵酸啊，啊、哦，可能哦。不一定哦，可能是不一定哦，安尼你听有？打一个问号哦，可能哦，是不是安尼？所以新闻看你爱了解。那么房书中伊解释，这回基因序列分析发现，马多灵酸造成的这个基因突变。突变率真高啊！每百万的这个减基队有150个突变点啊！食薰引起肺癌的这个突变，就是每百万个减基队，敢那八个突变点。那么紫外线对皮肤癌？是110个突变点，进行肝癌基因分析，更加发现部分的这个个案，主要部分的这个个案哦，唔是拢安尼哦，吼、哦，嘛出现了类似马多灵酸伊的这个基因突变啊，鸟鼠啊食三天就造成伤害啊。奇怪啊！人的孙安尼啊，迄、那个过去迄个中医师，食四年瓜，才引起衰腰子哦。那么研究团队又搁以马多灵酸饲鸟鼠啊三天，三个月了就发觉讲基因突变啊。马多灵酸可以说是
伊知影上界强地岩物、地岩的这个物质。新加坡国立癌症中心教授田敏典伊伫个讲，即回毋是干呐发现马兜铃酸造成即个伤疤上青上青叶的即个基因突变，嘛找出伊的即个特定突变的即个指纹呢。未来卖当运用类似的即个做法，探讨其他地感物、地感的即个过程，找出每的即个毒物伊的即个指纹，伊的即个特征呢。那么过去曾经用过马多灵中药的这个民众啊，那突变指纹已存在细胞内面，要如何来应用？搁拍一个问号哈。房书中就指出啦，虽然基因分析会验出是毋是有相关的这个突变，但是检验所会会使讲足侪即个时间，而且无方法会当逆转即个突变就对啦，即有诶即个突变，建议民众长期追踪，一旦出现无痛性诶即个肺瘤、腰痛，或者是摸到定定的这个物件，要紧就诊，早发现问题，尽早要来治疗。那么阿宏要讲，一旦出现无痛这个无痛性的这个肺瘤，唔是一定讲食着马兜铃酸呐、啊，你听有无？就足侪原因的呐，啊，你唔通讲看这篇报纸安尼啊，你就认为讲。那尿有血无痛，就是马兜铃酸，食到马兜铃酸所引起的。千万你都唔好安尼去联想，因为在医学来讲，放尿有血无痛是介侪个种原因啦。在咱中医来讲，你去逼到尿啊，嘛是啦。那你尿啊人去逼到尿啊，同款会放血尿。嘛，同款袂痛，安尼你知无？后来，这或者咱中医伫咧讲诶，即个血无伫咧血脉内面伫咧行，那么会走去为即个腰子，那么腰子有诶憋到热，会造成腰子。拄仔我伫个讲个，血无伫个即个血脉内面伫个行，走出来外口，就会对腰子、对膀胱个、对尿道个，那么你袂甲想，感冒就会引起腰子个衰咳啊，就会衰腰子啊，你甲想看卖啊？啊，若像安尼？伊西医都唔敢唬你啦，你讲对唔对啦？啊！后来咱讲到这结束，期待下一回讲这个网络，讲这个时间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再见，拜拜。